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狗，今天晚上我准备出发去买下它。现在已经8点多，距离目的地还有20分钟。到达卖家后，看看它的养殖场，这里有3只柯基。这只叫牛头梗，总感觉像某位明星啊，但是想不起来了。笼子里还有一只柯基，这只眯着眼睛的叫柴犬，长得有点搞笑。再来看看这是什么，两只博美。在房间里我发现了他的儿子，个头还没有我一个拳头大，小巧玲珑的，还挺可爱。而我买的是这只黑色的小柯基，里面还有2只。给你们看看他的父母，比较凶的这只是他的父亲，比较温柔的是他的母亲。他俩都是黄色的，为什么会生出一只黑色的柯基？这个问题我问了卖家，因为他老爹有黑色的基因，就是他的奶奶。不得不感叹一句，他的基因是真的强大。现在我已经把他放在了车上，准备回家。第一天他是非常的乖巧，第二天后这两天基本没闲着，又是买狗粮又是打针。来看看最终它变成了什么样子啊。I say, baby, you can take me out tonight. I'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. Ooh, 你知道我需要 only to you.